嗨，各位好，今天来到台中的乌马这个很有名的烧肉店哦。那刚好是小弟我的生日，他们做了一个这样子一个小小的布置。好，那觉得真是太丑了，所以我现在来给大家美化一下哈。一定要穿一下比基尼啊，这样才对呀、啊。好，那这个眼睛好丑，戴个墨镜好了。啊，小瓢虫屁股好了。然后拿一个萨斯风。而且阴影变化哈，阴影变化萨斯风，然后麦克风好的，一支麦克风，这个秃头不是很好看，戴个帽子，啊，他有点像，戴个帽子，礼貌。要礼貌，肚脐咬的，肚脐。鞋子这腿太短了吗？给他一点，脚一点。好像这样子，没有穿个裤子怪怪的啊、哦！怎么给他一个吊带裤？啊就。哎，北拜有戒指哦，有戒指感觉，乌马。有点动态好了，跳跳跳的。好啦，我们完成啦，100分。